哒啦，漂亮！一二三。好，那现在就付钱。我付好了。不用，我跟你讲，各付各的。下一次你安排。不要，不要，各付各的。好。我知道你想付，但是我心里面过不去，所以我还是觉得各付各的比较好。他已经请我吃饭，你已经尽了你今天的很绅士的礼仪，这方面还是不想欠他，这样讲好了，不想欠他。然后我也不想要让他觉得好像说男生请客是理所当然。他刚刚做法很好，第一次啊，然后他第一段吃饭的时候付钱 OK 的，后面他自己在做手做的过程中，他坚持付钱，我觉得这很合情合理。这个是平时也会说。有有有，我今天在你印象是挺好的，你觉得我呢？蛮直接，我觉得我喜欢，我怕很迂回的女生，所以好的。谢谢。我当下是很开心的，因为我给我自己的期许就是我要很直接的表达我的情绪，表达我的想法。所以他当今天他跟我说我蛮直接的时候，我觉得，我今天有做到我想要达到的状态。他很直接，讲话我觉得很踏实，很真实，我觉得蛮喜欢这个点。哎，你要往哪里去？我可能先回东区吧，如果是这样的话。因为我想说，如果你是要回东区，那我如果是回家的路上，会顺路经过东区，其实没那么顺路，稍微小绕了一点点，真的就一点点，但就是往那个方向去，就小绕一点点而已。可是我就觉得，就顺。